好，我是景兰，这是我第一本写真书哦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之前国中的时候会暗恋男生，因为我们教室在二楼，然后二楼外面种了一个枫树，他就很矮，那时候男生都比女生矮，他比我矮，然后他就奋力的拔了一个枫叶给我，然后说给你当书签。我就把那个枫叶夹在我课本里，然后就觉得说哇，喜欢男生送我书签呢。那时候就是很好收买，就一个枫叶就可以开心很久。我想要在海岛国家，然后就可能一台小飞机把我的亲朋好友都载过去，大概30个人以内一起参加我的婚礼，就低调的结婚就好了。然后我也不喜欢在大众面前求婚，我喜欢只有2个人。